这一站，我来到了广州。八方会广州，奇客指盐商，悠然自得的早茶，过气的小炒，人声鼎沸的街边小食，灯火通明的大排档，实在广州，尽是人间烟火。广州人出了名为食，还嘴刁的连份10块钱的小吃牛杂都不放过，力求在色、香、味、意、形五个要素上做到完美结合，餐桌常不缺爽口、清甜、鲜美等专业评语。来到这群吃货老广的地盘，最正确的打开方式真的就是吃。广州是一座独一无二的美食天堂，来到这里要尝尝正宗地道的广州风味，还得选广州老字号。我对这里的早点一直都充满着好奇，与常见的一个大饼、一碗豆浆的早餐相比，广州人一杯清茶、一只奶黄包、一碗白果粥就能让大家在茶楼里坐上半天，大家坐在一起也就拉拉家常，哪家孩子孝顺，哪里有什么老年人的活动，三姑八婆的日常其实很琐碎，但一聊起来就可以消磨半天。广州人饮茶不重茶，但对食倒很考究，食在广州之称绝对名副其实，茶楼的餐点种类数不胜数，白粥、皮蛋瘦肉粥、白果粥、猪红粥、极地粥等粥类，猪肉肠、牛肉肠、叉烧肠等肠粉类，叉烧包、莲蓉包、酥皮包、奶黄包等包类，烧麦、粉果、干蒸、虾饺、千层糕、马蹄糕等小吃类，各式名堂多得让人眼晕。这些虽然没能吸引茶楼里老年人的目光，他们依旧在一碗粥一个包的立牌中闲话家常，消磨时光，但是对于追求时尚的年轻人来说，则无疑使之食指大动。一大早起床，我就在酒店附近看到了一家三代传承了40年的早餐店。嚟到我哋咧，就要试下我哋嘅招牌特级咸瘦肉粥、王牌炸鬼肠、30年南乳咸煎饼。喜欢一个城市的理由，从早餐的味道开始。一碗热乎乎的瘦肉粥，是人们对于早餐的期待。这道别具风味的粤式粥品，对于中国的食客来说是非常熟悉和美味的。鲜嫩的瘦肉熬煮在白粥中，软糯清爽，入口即化，回味无穷。